住手！院长，苗院长，拜见院长。这就是黄武学院的院长，没想到是一位漂亮的女修。你就是陈导。拜见院长。院长，陈导他在一个时辰内通过作弊，他……你先别说话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天骄无双。你知道上一个在本院长面前这么自信的人是谁吗？陈素妍。陈素妍是世所公认的人间第一天骄，你自信能比肩他？有信心赶上他。院长，这陈导就是个新人弟子，一万个他也比不上陈素妍啊。他就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进入第五层，请院长惩治此贼。我让你别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有信心便是好事，至少在藏书阁你已经超越了陈素妍。什么？院长，这家伙作弊，你怎么……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作弊了？我……他不作弊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内登上第五层？他不是解释过了吗？天骄无双。不是，院长，这家伙就是在吹牛，你还真信他？你是在质疑我？不敢。这里禁制是本院长亲自布下的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陈导没有作弊，而是靠着自己的天赋登上的第五层。这怎么可能？院长，曹明诬陷于我，请院长处置他。曹明，回去面壁一个月。我这……你有意见？没意见，弟子告退。妹妹，这么好的苗子，你亲自收为弟子吧。妹妹，怪不得这苗长老和院长长得有几分相似，原来两人是姐妹。姐姐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为黄武学院再培养出一个陈素妍来。陈导，你以后就跟着我修行，日后由我做你的靠山，你可以在学院里横着走。说的都是些什么，别把陈导带歪了。对了，最近没事不要外出，人魔宗那边有些异动，日常注意些。陈导。手下留情。这秦月武好一个心狠手辣呀，资质不错，是人魔宗近些年招收的资质最好的弟子了。心狠手辣好啊，这才符合我魔宗的做事风格。秦月武，你的表现很不错，怪不得能被上宗看好，许诺你天魔的名额。黄武学院马上要举行机缘争夺赛，秦月武这次就派你前去夺机缘，灭黄武学院弟子。遵命。秦月武。朱长老，找我何事？在本长老面前，你应该自称弟子。朱长老，找弟子何事？刚才大殿中，你灭掉的是本长老的徒弟。朱长老，那是失手。秦月武，失不失手，本长老看不出来吗？你虽然被许诺了天魔名额，但毕竟还在人魔宗，明白吗？弟子明白，请长老责罚。其实本长老很欣赏你。你无论天资还是心性，太适合魔宗修行了。我听说你的红丸还在。朱长老，什么意思？月武，本长老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帮助一下晚辈弟子。我这里有一份双修之法，能让月武你修为大增。朱长老，
你认真的？自然是认真的，本长老也是看你有潜力，看中你才选中你双修，怎么样，你答不答应？这么好的事情，朱长老能想到我，我怎么能不答应？很好。不过宗主刚才提到让我处理黄武学院机缘争夺战的事情，不如等我回来如何？也好，月武，本长老就在后山等你归来。双修，好啊。安辰哥，没想到连院长都亲自来了，你以后成就绝对不低于楚韵师姐。啊，那人是玉明。哦，不认识我了。